突然有一天意识到，我怎么没有的自己正常以前的正常人的那种能力都没有？有一个时间我很困惑，真的是很困惑。但是感谢神特别给我一个巨大的恩典，就是在这些矛盾啊、挣扎的过程，我都没有放弃，我都没有放弃，这是神特别的恩典给我。如果神不用大手托着我，我觉得我一定会放弃。但是神保守我，我没有放弃，走过来，一直走过来，能够坚持走下来。啊，我有一段时间等候神祷告，天天是4个半小时，从早晨6点钟到中午11点半，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，去年冬天我就从6点到11点半4个半小时连续的在那里祷告，我就是觉得我就等于是上刑场一样，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上刑场，我为什么有力量还愿意去上刑场。我坚持了3个月，整整3个月，就是那样祷告，4个半小时每一天，那个过程，而且我就觉得，如果我不是在等时间，我不是在靠时间，我也不是为了完成什么，就有一种力量推动我，我去上刑场的感觉。但我每天还去，每天跪在那里亲近神，其实没有神的同在，起初的时候，差不多2、3个小时都是在那里。跪着，然后心里面想着神，但是却没有神特别的同在呀、恩高啊、平安临到我。我只是自己心里面想着我要亲近神，然后同时也去想一些心里面一些思想意念也同时出来，就是在那个地方，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最痛苦、最痛苦、等候神最痛苦的过程，因为时间特别长。但是过了那个时间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全人从里到外被掏空了一些东西一样。完全一个很大的提升，但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那3个月很煎熬，很痛苦。可是过了那个阶段以后，我却发现我的生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，有一个飞跃性的成长。